可是越一般越好用，越没有其他的奇奇怪怪的使用方法，最好整。然后第六盒使用之前要洗吗？不用，不需要，因为它本身来就是干净的、啊。外面还有这个塑胶袋，帮你装好好的。为什么要洗滤材？是不是？因为这滤材哦，新的，它外面有很多粉尘。其实这粉尘是对鱼是没有伤害，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哦，如果饲主他的缸子放新水，然后粉尘没有洗掉，然后加新水，马达启动之后，整个鱼缸如果整个都是浊浊的，你觉得饲主能忍受吗？所以我们是做第一步把它清洁掉，不清洁也没关系，但是感官的问题啦。好，我觉得一个一个排哦，实在是很浪费时间哦，那我们快速排。好，我们就拿这小最后的滤材哦，把它大约就是可以变成两层，然后都是平面，这样就好了。然后一边挖，然后一边摇，好就可以了。我跟你讲哦，我们几个滤材，好，然后把它冲个大概来回冲个五六次，摇一下，摇两下，把这粉尘也去除就好了。OK。我们今天洗滤材大概邀请了三四千人。老陈哥，你现在又在干嘛？擦玻璃啊。为什么要擦玻璃？因为它这个哈、中古的缸子，它们经过板前玻璃会有一些卡到一些脏东西。那我们待会要贴这洗水层的时候，如果它这边有颗粒，然后这又是黑色的，那有沙子啊、粉尘、颗粒都好，然后加加减减都会破坏到这个洗。调整，待会要贴那个中古缸吸的要用的那个清洁剂的比例啊。那大概要什么样的比例？其实我们不是贴吸的的专业人士哦，基本上我们就是调到喷出来的感觉，不要太粘稠，滑滑的就行了。比如说像这样差不多，就滑滑这样就行了。避免那个吸的跟那个玻璃沾上去，只是要这个功效而已。我们喷的这个是那个清洁剂，就是洗碗精加水，就刚刚我们事前就是我在干什么的那些东西。它主要在喷这个玻璃哦，跟这个清洁剂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待会要贴这吸水剂，它很黏，那玻璃是一个受力很就会黏住了，那就没有办法移动，所以我们先帮它上一层很滑的面巾。今天开始吸的最主要要注意的事项过程当中。最主要防止吸得纸不粘，然后变形，所以我们这个清洁剂要常涂，因为我们没有粘得很厚、因为我们粘得太厚，到时候你刮不出来。所以过程中还是不断要喷吗？我会这样做，因为我是用薄剂量。然后它这个为什么一直湿到？因为它下面有这个，这不是玻璃，那我们材质都比较大片一点，它到时候不够。我的经验是小心的把它撕开，然后拉开的时候不要让它有皱褶，不然会很难看。好，我们先把它小心的撕开。那你要贴白色那一块还是黑色那一块？是黑色这一块啊。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哦，这是不专业的贴法。然后做那个招牌的同业哦，不要干掉我们，因为我们这是帮朋友做一个爱好的事情而已。你要一次学撕全部吗？没有没有，慢慢撕慢慢撕，因为怕的就是粘住了，贴纸跟贴纸粘住，或是贴纸去粘到其他的部分，然后就难看了。不用太用力，帮我撑着就好，把它那个里面的吸得的水分给刮掉，就是那个清洁剂的，把刮掉，不然会一颗一颗的，有细胞很难看，你可以去那边拍一下。然后贴完卡点吸得，如果背景是黑色的，最好用手机 check 一下有没有气泡啊，因为如果缸子干掉或是上缸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再修正了，所以再多有耐心一点。在设缸的时候，记得这个水平要抓稳，要不然如果水加下去会发生悲剧。好，大概是这样子。好，这边量一下，然后到这边侧边再量一下。快动哦，小陈哥，你这样抽动到底是什么意思？根本没有动啊！不是啊，这里两三千人啊，你到底干嘛？你太久，
你太久没有抽动，欢迎抽动来，换人抽动。用卡，用卡度诶。你看人家一抽就动了，年纪大了，你要做无谓的抽蓄了，你就抽不动，你一直在那边抽。你看，老了就不要逞强，让年轻的小鲜肉来。我们出火了。要抽多少？要抽多少？大概抽两三百公尺。你袂歹呢，你袂歹呢，你有真高。教一下嘛，首先把底部的。这个下水孔的架，这个配备有什么？没有，它这基本就是有一个弯头，好，那一个下水孔槽、集中槽，然后202管弯头两个，就是无齿用的上部过滤，有四个雨淋管，好，然后基本上它有附你两层的滴流口，简易式的，但是也很好用。我想办法把马达架下去啊。那这种马达有什么区别？其实它就是扬扯的区别啊。像我今天装的这个是99公升，然后是单出，它的水流量就不会分别散掉。因为大部分大颗的扬水马达，它会有两个出水孔，一个是冲水，好，一个是往上打。可是那种我比较不爱用，每个人的做法不同，我是偏爱集中。然后因为我们这一缸高度有限，所以我们只能放两层就对了。就要尽其量的把滤水给它铺满铺好。对，所以清洁部分就要做的比较勤。在白棉上基本上就把它铺满一点，不要让它有缝隙，容易流到第二层去。我们现在的翻旧的部分就是这样，要把那个202管接上去，接上去那个弯头。对。先接下面的弯头，然后再接上面的弯头，好，然后两个尺寸把它接好，就是这样子。好，那你大概猜这个弯头要怎么猜？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在这个地方，好，抓这个位置，好，它在中间左右，在上面一点点位置，锯一个痕迹，好，然后就给它拔出来，然后就把它锯掉。然后这样就可以上去了。对，没错。先插下面。对。再插上面。就是把它插好啊。插好插满。对，没错。我就跟我儿子。我现在在帮这个上部过滤哈，这两双层的上部过滤的那个配管哦，最下面的那个吸水的部分。那我们吸水部分，好，这炸弹头。那是自己装的吗？对，都自己组装。马达里面付给你的，不是上部过滤付给你的，这是99公升的马达里面付的。好，比如说，你看这是。有孔的，这边是塞住的，你千万不要这样插哦，要这样子插才可以哦，要记得要插对边就对了。不要，为什么要用羊毛笼？因为第一个它挤水之后，它容易比较延迟水的穿透性，哦，跟一般的白棉比较不一样。那我们再用羊毛笼哦，也不需要再去用剪刀剪，哦，我们只要轻撕就好，变得很简单很方便，哦。然后铺白棉没有什么诀窍，就是铺好来。铺整齐就好了。未来他们这会有玻璃盖，对不对？嗯。哦，我希望以后他们家属往那边加。然后它感应线在这边，热空气往上升，冷空气会往下降，冷水往下走的时候，哦，马达吸上去，感应线遇到冷，它会有动作。比如说我们设定28度，水温27度，这边就加热。哦，然后有一个距离，哦，基本上就很温了。基本上是这样子。感谢今天在场帮忙的各位朋友，一起完成这个艰辛的任务。恭喜这位朋友加入了养鱼世界。希望今天的影片内容可以帮助到想要重新设置鱼缸或是整理中古缸的朋友有所帮助。这是一个充满欢笑与汗水的夜晚，养鱼的乐趣无所不在。然而，娱乐圈会与大家同在。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并且按赞，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